寿丰乡长曾淑毅、刘豪上午在各村长、公所团队以及夫婿刘耀宗的陪同下，前往寿丰乡各大公庙参拜祈福，感谢众神护佑寿丰，也希望开春之后疫情消退，感谢众神庇佑花莲乡亲 Angie 乐业。寿丰乡长曾淑仪率公所团队还有各村村长六号上午分别前往乡境内各公庙参拜祈福，依序敬献鲜花、素果、财帛等，恭向四方众神叩打恩光，祈求诸神菩萨持续护佑花莲乡运昌隆。曾淑仪感谢县议员及代表会主席郑美香、副主席马其三，还有其他所有代表的支持。在新的一年，乡亲的意外险已经顺利招标，未来生育津贴还有各项福利措施也都会逐年提升。今年呢，到了，那我们就带着主管来拜拜，就是祈求我们乡运昌隆、五谷丰收啊，大家都很平安。感谢我们乡代表会。曾主席还有一些代表的支持，让我们的一些议案都能够顺利通过，让我们推动这个政见能够顺利来推展。今年还是有一个人意外15万的一个意外险，还有追加我们生意津贴，补贴我们的创生计划了哈，尽量能够鼓励我们的年轻人结婚生子。曾淑仪也希望开春之后疫情消退，感谢众神庇佑花莲乡亲安居乐业，人人幸福安康。大花莲新闻综合报道。